出之嚟到啦，出咗闸啦，系嘛？我哋到咗松仔角啦。咁你可以入到去裏面影相啊，最正嘅，因為全國裏面嘅清真寺，就算外國嘅清真寺都係噶，香港都有清真寺啊！大家有冇入去參觀過？你哋去法國一定見過嗰支嘢，嗰支就叫做方尖碑 （Obelisk）。嗰支方尖碑係法國送俾埃及一個友好嘅關係。咁呢個係尼羅嘅下游，尼羅河下游咧分開五條支流嘅。呢五條支流咧，流向嘅位置咧，有另外兩個大城市，就係尼羅嘅出海口。出咩海啊？地中海。出都係最早開發嘅城市，所以佢哋首都選喺呢個位置 ，Cairo。咁點解呢三角洲個土地會咁肥沃呢？全靠尼羅。地下水而家主要俾啲外國嘅濾水廠承包曬。你哋買到嗰啲一支支嘅水咧，搭四層啊，好簡單。東南西北都是屬於呢個法老王的，所以搭四層。咁佢就將初步嘅設計話俾呢個蘇神法老王聽。法老王。You see the sea inside the city, just a few seconds. 不要啊！咩啊？你去攞啊？嚇？要攞？我哋而家嚟最老嗰個金字塔。入去啦！啊！佢就用翻呢個 body， 咁所以咧，佢一定以前嘅身體咧做得非常之好嘅木乃伊，保存咗呢個位置裏邊，再揾一啲好大嘅陵墓，再揾啲遺跡保護住呢個位置。以前咧，個法老王死後葬咗喺裏邊咧，呢個圍牆守滿曬所有啲士兵喺。大家入咗嚟呢個位置，睇一睇呢一度先嚇。咁但係因為咁耐咧，已經好似黐實咗嘅。而且呢兩道門唔係咁樣兩邊拍埋嘅，係呢一道門先閂咗，再閂埋另外一道門。因為你見到呢度咧有個位置闊啲嘅，睇唔睇到？呢道門閂埋咗，呢道門再閂埋嚟。咁以前嗰啲有曬門教我嚟守衞住呢個墳墓。有冇留意到咧？我成個行程裏邊咧係冇皇宮睇啊！有冇發現啊？成個埃及嘅行程咧，都係得啲墳墓啊、神殿啊，而冇任何嘅皇宮建築。主要原因係咩嘢呢？唔係以前埃及人淨係中意死，唔中意生，係因為以前佢哋所有嘅墳墓建築咧，喺曬西邊近沙漠嘅地方。墳墓嘅位置咧，都係近西邊，西邊好多地方好多嘅沙漠同埋好乾燥嘅位置，所以天然咁保護曬呢啲東西喺度。但係佢哋以前啲皇宮啊住嘅地方喺邊度啊？尼羅河兩邊咯。全部用咩做噶？用木做，用泥土做，用石。你只要去大英博物館，去法國，去所有啲博物館，你就會睇得到曬呢啲建築噶。就係搬得咗嗰啲咁嘅石像嗰啲石像喺度，令到啲人覺得佢好似神一樣。的而且確嘅法老王以前嘅意思就即係一個大屋嘅主人之外，就係太陽神嘅底，所以就能夠統治呢個國家。咁其實入嚟佢全部一格格啲位置咧，就全部擺曬蘇神法老王嗰啲石像喺度嘅。咁而本身呢啲地方全部都係有頂噶，冧曬，真係有頂。係啦，嗱，邊度行嘅？嗰度。咦？邊度啊？哦。你見到佢有部抽風機喺度啦，其實有條通道直接入到金字塔底，好重。點解可以將佢放落去？冇可能啦！呢個係佢哋好聰明嘅方法。埃及咧起金字塔啦，做啲嘅東西咧，所以而家埃及人已經再係埋以前嘅埃及人撈到雜曬。咁其實呢個位置咧，如果你望遠啲咧，呢個位置望遠啲咧，其實就唔起金字塔。但係佢起嘅時候咧，呢個斜度50幾度一直起上嘅時候，佢發現金字塔再咁嘅角度52度，好在咧。咁啊，斜位斜路仔啊嘛。
個大金字塔㗎。其中右手邊嗰個咧，你會見到佢頂咧平啲㗎，頂平啲嗰個咧就係咖啡黃嘅金字塔。我哋將會入去嗰個就係右手邊呢、這個，左手邊呢個咧就個頂頂冇嗰啲圖拉石灰喺度，全部外層冧曬嚟呢個。另外一邊，我哋就可以影到大金字塔，跟住我哋上翻巴士嘅。係。唔緊要，一間你自己都要騎落頭啊！呢個金字塔又好啊！上到天空獵户座中間嗰粒星就叫帝星，佢哋坐住呢個太陽船就可以上到帝星，即是佢哋嘅天堂。嗌後聲先，我落嚟嘅時候。唔係啊，唔使。有邊只？係啊，有啲好乖，有啲咧就。有啲就 rock 啲。嗌後聲少，係啊。嗌後先啊 ，OK。Hello。Hello。所以他有这个狮神变成守护住他，他给他爹地呢个金字塔起矮三米的原因，因为他要尊重他爹地，因为他的圆高是146米，咖啡王金字塔圆高是143米，矮他三米，原因是他因为要尊重他爹地，所以起得矮过他。不过他的位置中國人不知道為何看到這隻公司就扔下，扔下外國人又跟著他扔下來，當是很意思，但其實是沒有意思的。這個位置我們做什麼呢？我們中文名叫做墓葬廟，其實這個是一個公共的空間，如果我發到墓葬裡面的時候，不斷都有人在公共，但是普通人可以進去，真的不可以進去，所以只要你是在這個位置。不是在開羅，開羅沒有出產岩石，沒有出產這些花崗岩石，這顏色全部都是來自我們今晚坐火車去的目的地，就是亞斯王。亞斯王就是出產這些最靚的花崗岩石，即使他們以前要起這個金字塔的話，只是開採了這些岩石，要坐船運了886公里才來到開羅。以前用多少人力物力搬這些石頭來到這個位置？你看這些石頭呢，經過4600年呢都是這麼圓滑的。雖然面頭那層的圖拉石都老了，那些彩繪薄也老了，但是顏色呢還是顯得很好。大家看看它的薄位，這些薄位是很漂亮，一定要磨得很漂亮很平滑才能黏得埋石頭。它是馬爾的房間，裡面沒有東西了，他們只是找到張，是的，他們只是找到個木乃伊的床，將木乃伊床放在那裡。放到武器啊啊，拉一个飞胶来哟。唔系，佢有人工俾我，你哋俾，唔系佢冇人工俾我，你俾我，你
你哋俾我人工，但我重點係講。經過利諾河，咁呢啲就係利諾河嘅下游啦。一家係嘛？佢嘅門徒都可以醫人噶嘛？耶穌出曬名可以醫人嘅，點樣醫人啊？滑跛嘅行得翻，盲嘅開翻眼，麻風病人都醫得到嘅。聖經故事有啲周街養嘅。呢、這個風婦行到嗰個位置，咁啱側邊有群豬。原來呢個女人唔係傻噶，佢係身到睇嘅時間係兩小時，因為裏面嘅壁畫彩繪的，而且個仲係好靚。咁好可惜，裏面當然唔影得相啊，只可以睇嘅啫。男士咧，通常就即係好正常，着恤衫啊、長褲啊，或者著一啲當地嘅服裝，我哋叫做 gala bear。但係你見到女士咧，通常都係包曬頭啦，著住長袍啦。你見？第一站啦，就去酒店。梳洗，然後搭火車啦，係嘛？無聊啊，咁啊，帶嚟一百。咁我頭先講起麥當勞咧，喺埃及嘅麥當勞絕對唔係一間快餐店，一來佢唔快啦，最主要原因係佢真係好慢嘅，即係你入去。饮下酒啦，今晚。系啊，大家互拍翻转头。我唔见到你哋啊！真。唉，走实咗呢度啊！你同靓姐呢度。呢度。系。哇！哎，要你做咩？系咪有 feel 啊？系咪有 feel 啊？系。哎哎你拍我得唔得啊？唔得啊！依日火車餐啦，都 OK 啊，結婚數啊。有碗湯咩？其實仲有一個，你笑口係咩？你先同我講咯。阿姐姐。咩？仲未食啊？喺度影相啊？影唔到，因為太熱啦架車。有鼻震噶嘛？仲未開餐啊？有薯條啊！哎呀，影下呢張牀啊嘛，睇唔睇啊？軒，一盤都有啊。